法唔錯㗎，走位都幾好，可惜啊，俾波嘅質素爭啲啦。盧卡古，盧卡古攞到球波，但就揾唔到機會入波。向側翼傳球，迪布尼整腳直線傳得靚啦，跳起一頂，執唔執到雞呢？解圍成功，有冇機會打反擊呢？比賽啱啱開始，最後邊個贏啊，梗係唔知啦。不過睇嚟呢隊波嗰個前鋒線呢，要落多少少力先得喎。傳翻去轉頭，艾斯派古達，攞到喂，把握機會啊！入網啦，個角度刁轉成咁，邊有可能救到啫？咪有時真係唔使諗咁多嘅，好似呢個波有機會咪射門咯，龍門邊度救到啫？車路士打破僵局，你聽下啲球迷對呢球波嘅反應。哦，我聽到啦，佢哋話想要多球啊！尼馬，好，而家一個傳球。斯朗拿度過到啦，過起到腳啦，斯朗拿度射入，哇，靚波啊！入波好似食生菜咁，又入啊！朗拿度完全知道隊友咧係會俾個波佢嘅，佢任務就只要咧唔好越位就得啦。車路士領先兩球，我要鬆啖氣啦。入到第二球咧就你話曬事啦，你想繼續進攻又得，你想慢慢守又得。奥斯卡，哇，跑得真系快啊！简迪攞翻个波，奥斯卡，斯朗拿度单人系咪要起脚呢？又整到球，完全唔收手啊！又整多粒入波啊，浪接浪啊！佢直頭好似同對手後衛玩遊戲咁啦，啱啱好 timing 一突破，就咁打破咗呢個越位陷阱。車路士遙遙領先三球，朗拿度背住個龍門咧，都冇辦法起腳射門啦，因為對面咧 mark 得佢好緊啊，冇機會出腳。波要準啲，尼恩哥蘭就犯規送個自由球俾人啦。斯朗拿度企穩迪布尼，為腳直線。朗拿度傳翻轉頭啊，再揾機會啦！簡迪好巧妙嘅傳送啊！呢個波俾好些少嘅話咧，會係個好機會嚟噶。對手後防啊，睇得好清楚啦，睇嚟俾波要俾得準啲先得。文尼整腳直，睇你呢下啦，搞掂！誒，仲有機會。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！喺正个龙门前面吓入唔紧。呢啲咁中意起脚射门嘅球员啦，好心你应该 mark 到佢实一实啦。后防咁唔小心，咪要付出代价啦。真系唔知呢球系安慰奖啊，定还是令佢哋仲有机会扭转败局啦？奇云迪布尼、卓奥斯，个波而家喺奥斯卡度。傳波頂埋去，再嚟多次，守門員救得靚啊！呢個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實真係唔簡單嘅。及時解圍啊！有冇隊友可以立翻個波呢？卓奧斯、文尼嘅防守咧都唔曳喎。
全能足球就是这样，前锋就是球队的第一道。好，上半场45分钟就踢完，虽然只是打了半场，不过这场球他们已经好像赢了一样。车路士有领先优势，不过3-1这个比数呢都还未可以说很稳阵的。好，比赛重新开始了，将个球就传去边，找到空位了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先。后场顶呢个波，斯朗拿到射入，哇，靓波啊！呢一场波嘅结果可以话毫无疑问啦，个角球斩得好啊！呢个波咧佢顶得系好硬嘅，所以咧能够控制到入波个方向啊！龙门完全冇得救，第三粒啦！佢今日嘅表现一流啊！哇，佢今日喺龙门口嘅表现咧真系冇得顶啊，完全抢晒镜。车路士再入一球，现在竟然领先3-1，埋门那一下了，入了入了，好像任他们踢咁。朗拿度这一次赢了守门员了，单对单对着龙门，最重要就是冷静，龙门是想挡他的，挡不到。第四球了，今场球他一个人搞定，车路士真的一点都没有留守。奥斯卡这个直线靓啊，侧翼走位，恩斯治尼空了，现在怎么样？这一球太难接了，尼马这一下就说想试下传上去，这个球给得不够力，所以对手很容易可以接到，横传传去中路，亚古路，车路士拿回个球再来，今次得不得啊？够到啊，龙门做得好，逼机一脚将波清走，文尼就冇话挂住攻唔守波噶。哇，佢系咁埋去追波咧，真系好值得欣赏。艾力神俾人捉到犯规啦，俾多次机会你。强奥斯横传，哇，好跳得啊，入唔到，不过试下都冇坏嘅。哇！喺龙门口呢个波都唔入，我系咪眼花啊？艾力神，祖安法兰，卢卡古，啊，几有心思，不过实行唔到都冇用啦。有空位俾佢啦，奥斯卡。这个全球看来射啦，这球波救得靓啊，龙门全力以赴，不是嘛，龙门口这个波都不入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问他啊，
车路士就话觉得系角球，球证啊睇嚟同意啦。佢哋又攞到角球啦。卓奥斯整脚直线，恩斯前嚟试下接应啦。艾斯派古达踢走个波，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布斯基斯、劳尔斯向外侧传。恩斯治尼雷斯向住侧翼传出，企啱位接得好好啊！阿古路而家攞住个波，射得啦，有机会入波。尼玛射入呢球靓啊！可以话系落井下石啊！咁样赢法，你都赢咁多啦。冇计啦，职业足球啊，梗系冇同情心噶嘛。车路士完全冇人挡得住啊！个波而家喺沙迪奥文尼度。个波而家喺沙呢球点咧？入得好靓啊！都可以话入紧噶啦，系嘛？咪完全唔明咧，点解佢哋会走甩呢一个射得之人嘅？简直系明知故犯啊！今场第二个入波啦，佢梗系想演出埋舞姿戏法啦。六岛六角终于入翻球啦，不过睇怕都系安慰奖居多啦。亚古路而家攞住个波。劳尔斯、尼恩哥兰、恩斯治尼、尼恩哥兰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完场啦！车路士可以话踢咗一场完美嘅比赛啊！至于对手咧吓，完全两码子嘅事，今场波一面倒啊！Kimman 评一评头先场波咧，嗱好难得喎呢队波喺作客嘅环境咧都咁有士气啦，又打落咧系咁有决心嘅。如果 keep 到咁嘅表现咧，我谂佢之后咧会继续创造惊喜。比赛结束，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噃，咪要多谢 Kimman 啦，陪足我哋睇晒成场波。各位晚安啦。